亚洲天团 SH 成员 Ella 在2012年即将成为人妻，公布喜讯后 ，Ella 9号下午首度露面，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人生大事。目前就是5月5号在台北，然后四月中的时候应该屏东也会办一场，因为爸爸妈妈那边也有很多的亲朋好友想要给予我们祝福这样子。那其他部分还有很多细节都正在就是筹备当中。马来西亚的部分都还在跟我们的家长啊，然后还有公司啊，还有就是未婚夫他们在讨论当中，看找哪一个时间是最合适的这样。对。Ella 脸上尽是幸福的笑容，对伴娘人选 ，Ella 心中也早已经有了第一人选。伴娘也还在思考当中，因为我觉得好困难哦，对。但是我是一定会逼一逼来的啦，对。看 Ella 对婚礼有着满满的期待，对外界也给予万分祝福。而这也将成为2012年最大喜事了。搜视体育乐台北报道。